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lub 以及马来西亚盖亚卡店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芒果，今天来介绍各位一副赛场牌啦，来就是我们的龙奈配乌贼王吼。那龙奈的话，芒果在新环境还没有拍过嘛，那芒果研究了一下，大概这样组。首先看到我的龙奈，他算是主打手吗？其实也不算是，他算是一个突然型的大爆发以及收头的角色吼。龙奈，好，那他的攻击招是打20点，那丢掉身上所有的超能量，一颗打80，所以我丢两颗可以打180滴，没有问题。那接下来狙杀看一下，狙杀的话呢，双方奖励卡加起来在6张以下的时候呢，可以给予对手全场，注意是对手全场6颗伤害指示物哈，是伤害指示物，所以说对方就算下了梦幻也没有办法打，好，没有办法打，所以这时候等一下讲好了，来看一下我们吉拉奇哈，翻牌组上面5张牌，那有任何圈的卡拿到手上，这个应该就大家都很熟了，那撤退费用一费，贴个滑板车免费撤退，来接下来这梗鬼哈，非常多人都会放一张出其不意的卡片，为什么呢？当如果你打到一些手牌非常非常多的牌组的话。那我们这第一招就可以显现出它的作用啦。手牌，对方看对方手牌哈，有任何一张春的卡打50点，那对方如果有5张，我就会打250点。再来，他的血量240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。好，那他可以拿做一个拖一回合的时间，或者是干扰的一个角色哈。第一，他的狙杀看一下。一颗能量就可以让对手下回不能使用任何的手牌，不能打出来，不能打到场上来，但是如果丢到墓地的话是可以的。丢到墓地什么意思呢？例如说你用森林或者用索罗亚克 GX 的话是可以使用的，但是你不能打到场上，例如贴能量、放场地、放怪物都不能使用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他的狙杀如果再多一个超能量的话呢，对双方手牌全部补满7张，所以说如果你这个狙杀开得好的话，也许可以反败为胜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奇拉蒂娜看一下，他在墓地的时候可以直接飞回来到你的后排，给予对手2只后排各10点的伤害。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有点像是补刀加扑伤的作用哈。来，第一招打130，然后放置4个伤害指示物在自己场上的一只宝可梦身上。那基本上都会放自己身上，除非对手下回打不掉你。如果对方下回打不掉你的话，那我建议不要放他身上，放其他人身上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那其他蒂娜就这样子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小乌贼，小乌贼进化成我们的乌贼王啦，一回合一只使用一次，从墓地捡一个基本的超能量，冲到自己后排的宝可梦身上，这个没问题吧？好吧，这充能已经讲太多事了，来。小梦幻怕什么？怕扑伤嘛，对不对？怕打后排嘛，所以说这时候防皮姐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甚至说他的第一招来放3个伤害指示物在对手的场上，那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。所以说这时候来各位，我们的重点出来了。来，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放了3张护符？那护符有什么作用呢？来，各位，首先，龙奈他的第一个功用是打一个大爆发，这个没有问题吧？第二，他的狙杀什么？放伤害指示物各六，全场6颗嘛，对不对？对方全场6颗，那你其实一开始就要拟定战略说。你到底是要用一只一只贯穿它来赢，或者是放伤害指示物，然后直接开狙叉来赢？这个一开始你就要拟定好了，懂吗？所以说你看，来，首先梦幻也可以起到这个效果，当对手打出来了一些血量可能80-90的宝可梦的话，也许你就说3点的话我给他齁，可能让他剩60点，那怎么样，我们飞回来让别的后排剩60点，那甚至说我们用这个来调整伤害，符咒调整伤害，让对方的后排全部剩下60点，或者是前排，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就要拟定好，就是说你要怎么来获胜。如果你是用狙杀的话，可能就要分散好你的伤害了，这样懂吗？好，再来放一张这个水母，水母比较少人见，比较少人见。那当然这张水母也可以放 mini Q， mini Q SN2 的 mini Q， 因为有副歌所以可以放。好，来，他的第一招，当对手剩下2张奖励卡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可以模仿对手场上任何一个招式来使用。哇，这个也是一个出奇不意的招式啊！那你看，如果我模仿喷火龙的话怎么样？我再配一个这个异兽能量，我可以打多少？打260滴。那260滴，这时候你一开始就要想到说，那我一开始的话，梦幻是不是10点先丢给对方的喷火龙？所以说这时候你看，丢给对方喷火龙，或者是我们用这个飞回来丢给对方喷火龙，对方喷火龙血量剩260滴，对方想说啊，扣10滴而已，没差。结果他不知道我居然有虚无一德可以来做进攻，所以这时候打喷火龙就是一个优点。这样懂了吗？好不好？所以就是出其不意的一个招式啦。好，那再来脚踏车放4张。那这脚踏车放4张的话，也有人说，我可以放双枪吗？可以放双枪，但是你卡的几率会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点。那忙，你要放双枪，我也不反对，因为这牌我就是要让它顺一点点哈，顺一点点才有办法做出我们的 combo。好，那你放双枪想抓后排也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那既然你要抓后排的话，那我觉得那你狙杀可能就用不太到了。这样懂不懂？好，那保障4张，这个宝可梦交换4张，这个不用讲，就是为了铺场跟抓怪用的。
来印章一张、哦、交换三张，这个森林也三张。这森林的话，丢一张手牌就丢你可能不需要的。例如你乌贼王已经做出来三只了，三套了，那你剩下那一只就不要了吧，丢掉吧，好不好？用森林丢掉，抓你的能量出来。来，那竹篮四张，莉莉安四张，这些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滑板车两张，那滑板车两张的话，全部都是贴给我们的基拉奇，这个也完全没问题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护符嘛，对不对？当你的超细宝可梦贴了这张装备卡的时候，被对方击倒，你可以放置四个伤害指数在对手场上，好任意放。这时候就是刚刚我讲的调整伤害，你要怎么调整到你最后一回合直接来击杀对手，这样懂不懂？好，那这个的话只能贴超细哦，特别注意一下。来，异兽能量就是给我们龙奈以及给我们的这个叫什么？哎，它什么？虚无一德，对不对？来，龙奈看一下，我如果三个超可以打多少？八三二四加二十，两百六十滴，两百六十滴。说真的，你能杀谁呢？Tag Team 基本上有一些都杀不掉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如果你加个异兽能量，哇， 290滴基本上全都杀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异兽我觉得也是可以用它或者是它都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看情况。那刚能量两颗，因为我们毕竟不一定会使用它来做进攻，那超能量七颗，好，差不多这样子吧。那我们测试一下看这一线牌齁，所以芒果讲特别久，那当然实际情况还是要你打过才知道啦。嗯，龙奈呢？来救急奈克洛兹嘛，电，哎呦，这个硬币是世界赛选手的硬币，也算是高手喽，太好了！终于哦，好好好，可以，这样一看来是一场激战。哇，乌鸦嘴，我真的是乌鸦嘴，这手牌 ，Oh my God！ 啊，太乌鸦嘴了，真的是。是什么啊？我知道了，皮卡杰克。皮卡杰克是不是？好，皮卡杰克我们还是能打，来试试看看。这龙奈前面有点衰耶，我觉得太衰了吧。梦幻先看一下在不在哦。哦、天哪，这手牌！不是啦，这手牌算了，这手牌太瞎了啦，瞎到极致，真的瞎到极致。欸，我只是想要找个人好好的体验游戏一下，不要这样搞我嘛。闪电鸟，撤退，能量转移，没错，能量转移。哎呀，全部都被芒果猜中了。而且我现在打一百打不掉他哎、欸、不过我一样可以打，一样要打，一样要打。你们知道我什么吗？哎呦，我看到那个，欸、有想法哎、欸！我看到那个，不过一样一打一百滴哈。等一下十点的话，基本上我可以跳它，好，直接变身，直接到除外区，两只闪电鸟。好。我都还没有可以那个欸，检索牌组欸，我都不知道牌组有什么东西。乌角乌姐只有两张，好，很好。想想看哦。
有点糟糕哎、欸，我手牌有点无言。等一下可以跳他，我们用符咒跳他，或者是用那个奇拉蒂娜都可以，都可以跳。那我梦幻等一下准备要出来了，梦幻要出来，等一下一定要求到翻到人物啦，没有人物基本上我会爆炸。来，你要怎么做？换位再打吗？他换位再打有点亏哦，也可以啦，再打80啦。还是你有电针？好，猜到了，应该是这样，所以他还卡，太好了哦，不然我没得，我 没有解啊。我以为他杀掉我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杀不掉我。我想想看哦，再打吧，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你教我怎么办嘛？难道我要撤退吗？不行啊，我就让你杀，我现在就是要让你杀，不然没办法了，我就是要让他杀哦。我等一下符咒可以跳，他刚刚有那个这个，可是他可能只有一瓶啊，我在猜只有一瓶，一瓶就解状态的，解麻痹解状态的。那至于他有没有补血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补血的。那他大板木也丢掉了，所以我应该不太怕，我应该不太怕，他应该没有办法躲掉这两只。好，再放一只，哎呦，原来这个、哦，那个鳗鱼哈、哦，场上有四颗能量以上的话、哦，就是可以直接这样，吸到他身上，你知道吗？吸到他身上。那等一下他有打出来，再跟你们讲。那现在他可能要拿东东鼠吧？你干嘛拿了又放，拿了又放？不是、啊，往下赌啦，赌那个有没有那个啦？有没有跳出来？有没有人物啦？只能这样赌哦，不然没办法。好。哦，有哎、欸，先莉莉啊，想一下哦，要先点掉吗？我想一下哦，十滴是不是？只有十滴是不是？先飞先拿是不是？可是我不想给他格子哎、欸，可是还是得杀啦，我觉得。好吧，我想一下怎么打。180, 190, 190, 190，这只我可以杀。那东东鼠的话，我觉得我是给皮杰的话，我想一下，240要杀的话应该不难。可是重点是我现在只有两只乌贼王，所以基本上我没办法冲到第三颗能量杀他。所以说，我觉得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、哦、怎么打比较好。我觉得还是给皮杰好了，要不要？可是皮杰的话，我还有耿鬼可以用。好。来张乌贼王吧，哦，还有机会哦。来个乌贼王吧，哇，尴尬了。先拿宝藏油，能量还有几张？能量丢三张了，那不要再丢了，不要再丢了，丢莉莉啊。梦幻准备要叫出来了哈，梦幻，好，先这样子吧。他手上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双枪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担心他有双枪，他有双枪的话我会麻烦。好吧，先这样子吧。能量不用贴啦，我是贴爽的而已。因为我等一下，因为我只有两只乌贼，所以我势必要怎么样？手贴加
手贴加两个特性才有办法直接做出一只怪物来。所以说我现在这要保留能量，你不能狂丢超能量，你懂吗？不然你能量会不够用，懂不懂？啊，懂就懂了，不懂就算了。好了，150，但准备要做那个出来了，我准备要做那个，他没有另外是 take team 呢、欸。好，直接150直接杀可以。好，能量应该充给自己吧，我在猜的。想一下哦，30-40点是不是？1、2、3、4。竹篮。好，基本上他现在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可以叫耿鬼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叫耿鬼的话，他就应该，应该就可能会那个。我要先用吗？先阻拦好了。哦，这手牌完美哦，我想一下哦，这手还不错哦。我想叫耿鬼，各位，我真的想叫耿鬼，反正他也杀不掉我。他剩3张奖励卡是不是？剩3张哦，我剩4张，所以我这回要拼秒他吗？我这个秒不掉他啊，可是我想耿鬼杀、欸、怎么办？我如果开 G 叉的话，他也是一样没办法动哦，只能打我150。要不要开 G 叉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张有4张，我觉得有点难呢、欸。这个几率可能不太高，算了啦，我放弃了。我超想用耿鬼给你们看的。哎，可惜呀、啊！好，好，给自己。120。基本上我下回一定是叫龙奈或耿鬼其中一个。他现在没办法 double key 哦、啊，因为我梦幻，你看梦幻根本就是皮卡的克星啊。超级大克星，有没有？这场刺激哦！哦哟，变身了是不是？130、130、150，那所以等一下我这个护符会给你。130不能撤退，好。目前都还 OK 齁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双枪你要干嘛 ？Oh no！ 早知道我刚开 G 叉那个耿鬼了。不对啊，你要杀也是杀梦幻吧？啊，算了，哦、不对，他因为他已经凑不满6颗能量了，所以好吧，合理。我也只有2只小乌贼啊，好亏哦、喔！这手厉害哦、喔！算不错哎、欸，150，2张。我还有符咒吗？符咒还有一张，来个符咒吧。没有符咒，脚踏车。
来个符咒吧。没有符咒，森林，森林。哎，好，模仿基本上打160就可以了。150充三个电没用，居差打200没用，因为它要多三个电，我没有电。那这个的看一下，东东鼠没屁用，打他身上招是130也没屁用。好，只能模仿那个了，杰拉奥拉了，好不好？只能模仿杰拉奥拉了，不然怎么办？然后我又卡手是不是？我现在又卡手是不是？来吧，第一招模仿杰拉奥拉160滴。你看这场刺激齁，现在我只要干掉他这次就赢了。所以我等下叫龙奈，或者是叫我，基本上我叫耿鬼一定赢啦，我觉得啦，应该是耿鬼吧。还有闪电鸟哦，可打不掉我吧？他巨菜还没用过，哇，这样好难打，这样好像有点麻烦嘞。哎，我想想看哦。好像有点麻烦了哦，没有能量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没能量了？七八九十九张而已啊，九张而已啊，你的零星场地还没出来啊，然后你能量九张而已啊，应该还有两张吧，二到三张哦，应该还有两张左右，很刺激哦。怎么打？他现在只能撤退啦，他现在只能撤退啦，不然你现在干嘛？我不知道啦。好，你有能量吗？他用闪电鸟杀。用闪电鸟杀我可能就会输了，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手段可以赢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手段可以赢。我现在除非有那个什么，我除非有那个猫哦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能量转移哦。哎，那我干掉你，你也没战力呀、啊。我杀掉你，你也没战力呀、啊。是不是这样讲？无人发电厂是不是？好，小蓝，哇，有想法。有想法，这个太有想法了。他拿场地跟那个吧，拿场地跟可能有没有看有没有能量哦。哎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不愧是选手级的，我觉得对方应该是选手。应该是有打世界赛选手，我觉得啦，他这观念，他这操作，他这配牌非常有想法。对啊，电厂好，我等一下一定要拼一下那个了，拼一下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东西啊？那什么鬼东西啊？他电针用几张了？电针用了。哎，电针呢？才一张而已哦。想一下怎么做。龙奈打，用龙奈打，用耿鬼打，我觉得应该用耿鬼比较好。还有异兽能，
符咒。场地不能压，场地绝对不能压。场地绝对不能压，因为现在有个尴尬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齁，你看，如果我要印章的话，那我耿鬼伤害就出不来了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可是我偏偏没有抓后排招式，这时候我觉得双枪反而就比较好了。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？哎，还是我耿鬼根本就不该先出啊！不要压，我怕他有东东鼠，绝对不要压，绝对不要压。好，剩90滴齁，所以90滴基本上我想一下给谁齁，给后排随便一只没关系。好，来吧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，就这样子。小蓝，啊，你有能量吗？电厂跟什么？啊，电厂跟东东鼠啦，对不对？他东东鼠打得出来吗？电厂一定要，电厂家看你有没有办法拿东东鼠。哎，小蓝这个我就有想法呢。反正这局定生死，好不好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来吧。他现在犹豫，你看他如果拿雷达的话，吼，哦，宝可梦交换，宝可梦交换，所以应该就是直接拿东东鼠，先压场地拿东东鼠，然后拼能量，要拼能量，你还有能量吗？好，换东东鼠出来，没错。不是啦，为什么你有这么爽啊？我所以说我是不是装？我是不是我？你看，闪电鸟80，虽然手牌是电厂跟闪电鸟，电厂跟闪电鸟好可以，电厂跟闪电，哦，巨超。好哦好，那我觉得我应该赢了，好，我应该赢了。对，他也只能这样做啊。来，撤退，压掉，来，该做的还是得做一做齁，该做的做一做没关系，该做的做一做。丢，拿，来直接开巨叉吧。哎，两个超是不是？哦，还好还好，我差点开下去变白痴哎，哦，吓死我了。好，他不能从手牌出任何东西，所以他每一只不管谁上来谁下去，我应该都会赢。哇，这场真的是完完全全表演到龙奈的精髓。完全部都表现到了龙奈到底有在赛场上有如何多样性的变化，太完美了，这一场太完美了。好，投降 ，nice， 太强了，各位，双方这场超级，这已经堪称世界级的那个对局了吧？是不是对局啊？太猛了吧！偷看一下牌组，哎呦，好想法哎、欸，充能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的龙奈也是非常的完美啦，我觉得可能双枪，可是我刚刚好几次真的脚踏车救到我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所以我觉得放喵喵也不错，对不对？打后排
好啦，反正就这样子吧，我觉得打到精疲力尽了，不过我非常的开心可以打这么，我想跟对方认识哦，所以对方真的是世界级的选手， Nice Nice。 好，那我们介绍到这里啊，各位再见。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，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，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， 我们下次见。